我看看，包七姐，你现在集气吗？对啊。下面会有一条计量条，他的怒就会亮起来。你不要那么凶啊！没有，我觉得你这一直在用相机，我没有暴气，好不好？没有啊，我现在开心。刚刚暴气的是壁炉，不是？壁炉，对啊，壁炉暴气完，现在你也要这样。我没有啊，暴气。没有吗？我没有。你知道今天中午呢，因为太忙了，所以没有空出去吃饭，请同事买面回来，然后来了这个，我不晓得拍不拍得出来，这是什么山海酱干面，但是是粉红色的，整个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味道。是我没吃到精髓吗？我没吃到味道哎。真的没吃出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就是有咸味的干面没了。我再加番茄酱好了。班比能够出现在我 vlog 的机会越来越少，他难得来，就是要多卖他，多拍几个这样。对，我们要缅怀他。缅怀什么鬼啦？还活着好吗？我已经看到他们没有红圈圈了，代表你已经看到我的讯息了。真假的？那你死定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。你要假塞？你现在想回我是不是啊？我就在你旁边，你敲我是怎样？你是跟我吃饭之后对面用来敲我，请给我酱油。对。你开开。哎、欸，这看起来真的很旧哎。对啊，放在那放多久了？不对啊，这可能是放在包包里面的东西。你说可能是 Esther 的嘛？然后我们还那边好恶心这样。完了，第一次得罪自己的主管就上手。哎呀，这好像正在用啊，香的吗？就是一般化妆品的味道。嗯，化妆品的味道。那个给他。好，我也要吃。这是什么凤梨吗？对对对，太棒了，爽。哦，我不管。哎，是，他怎么不见？为什么啊？是案件很多，没那么快。Hello， 对啊，你刚睡醒吗？我抽了。你刚睡哎，对你都没在睡觉的感觉。刚刚拍了八个小时，记下一年。昨天拍了八个小时。对啊。我现在来问问看，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 S 的？我有一个问题。OK， 这个是你的吗 ？OK， 不是。不是，那是到底谁的？掉在你们办公室哎。是什么东西啊？它是在 Michelle 的。后面的地上捡到的，那不是米歇尔的吗？是米歇尔说不是他，还是他只是不敢承认？可能吧，害羞个屁，害羞个屁！哇哇！我刚刚发现窗户外面，就是今天的天空非常的漂亮，完全就是一个真正的蓝天白云的样子。所以我现在上来顶楼，想要找个地方拍些缩时摄影。哇哇哇！我的相机就放在这里。现在时间5:36，我的缩时摄影呢，我设定大概一个小时半，那就是5点一个小时，就6点，再半小时就7点整，我差不多下班的时候它就录好了，而且太阳差不多会从那一边下去，所以我们有机会可以录到一个太阳西下的漂亮的画面。像这样子直接架在那边放还蛮冒险的，不过这画面好脏啊。不过有些时候你不冒险一下呢，你是不会拍到一些非常漂亮的画面，知道吗？然后刚刚吃的那个面，我真的觉得没有很好吃，我决定去 Seven 买个面包或什么来平息我心中的怨气。哇，
不知道几点了，不过说辞可能已经结束了。你们看，太阳都已经不见了。我应该有录到哈下山的那瞬间，我看一下，他已经录完了，我来 check 一下。哎呦，好，那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一段影片吧。哦，你没有看到那个画面吗？我的天哪，真的是超级漂亮的。我觉得黄昏呢，相对其实是比较好拍、容易拍到的东西。下次我觉得该是时候要开始考虑挑战去拍日出。可是日出有一个非常难达成的一个先决条件，就是你得要早起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得要早起 ，morning up。可是我有点迫不及待，看到这个画面，我其实好兴奋哦！天哪，嗨，拜拜。刚刚跑去抓宝可梦，抓了一只极冻鸟。然后，你们如果想看 Pokemon 的影片的话，资讯卡 Gaming 的频道点进去，按一个订阅。我应该很快就会发布了，不会太久，好不好？然后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现在在整理这个东西？明天早上我有请到大概半天，对，算半天的假吧。所以这半天的假，我会出去外面，早上稍微去飞一下，找个漂亮的地方。虽然说周末有台风来了，但台风来之前，就是天空都会风平浪静啊，既没云也没有什么的。然后飞一飞之后，我们再来迎接令人感到开心的台风，太棒了。运动中心旁边那个，好，我骑车去找你们。好，因为我要拿东西。好，我们今天要跟 You 吃饭。那边只有两间，那我们去哪一间？走。我以为他来不及耶。我这样看起来超级像观光客的，有没有？后面背了一个旅行包，然后正面又背一个那个空拍机。哦，哇，这就是呆吧。我没有想到这附近晚上停车位。还算蛮好停的，一下就找到了。然后我记得是前面再转弯就到了那家牛肉面。所以我们等一下要问又讲说，觉得牛肉面好不好吃吗？好啊。它好不好吃？好辣！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真的好吃。哎，他中文真的变学会的好快。他跟我说他中文自己上网查的。八八八八八八，对，我车在后面。八八八八。欢迎再来台湾玩。好了，各位，吃完富宏了。我觉得你们叫我加的那个东西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就那个牛油啊，我觉得加了好像说有比较香啦，但我觉得好像味道吃起来没怎么差。好险我这次不是加到辣的那一个，哇，吃了好饱。好啦，各位，那今天的 vlog 到这边结束啦。然后你们也看到了，我又把空拍机借回去了。那我每次都希望我早上能够起床，记得去飞。那如果我明天真的有去飞的话，你们明天就会看到有漂亮画面的 vlog， 好不好？那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我们明天的 vlog 再见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松浦悠悠，松浦悠悠，啊？我叫松浦悠悠。松浦悠悠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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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松浦悠悠。悠悠。好。不会呢。